仙兽之长，黄皮子可不。可惜，既然爷爷你要去猎，既然得知仙，若这一他性格，爷爷这些年况且，但若不成，那我就。此地虽非仙境，却也有成境灵力存在。如今我的灵力所剩无几。 天魔判神大逆不道，神族律法不容践踏。如今九泉灵脉可通达六界，此去务必将天魔铲除殆尽。是，神尊。 铲除凶兽虽重要，可若罪魁祸首、天魔不除，人间依旧不得安宁。可惜，如今春子剑不在，即便是寻到了驱魔界的方法，也无力对抗天魔咒。神尊命我暂留人界，但此物，孟章究竟何意？师姐。 这么晚了，他这是要去哪儿？天魔众袭击天师门，意在神子，幸而众人携手抵抗，渡过此劫。修吾虽寡言面冷，然而亦成首举。 不似高高在上之神，多年来遍寻不着的仙灵兽，终于有了消息。若能收服之，吾明庶门怎可忠心？孩儿无论如何也想一试。明天我就出发，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孩儿。人族殒命号是去往鬼界，不在天上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师姐，你忘记不可离我太远。也对，事出突然，我一时还不太习惯，不知如何才能解除你我这共生之术。明日我将一同前往，师姐无需多礼。此行是我坚持，没先和你商量，造成困扰，还请见谅。不会。神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 应该比人界美丽许多吧？我生来一直守卫春姿泉，尚未到过神界其他地方。哦，师姐若想探访神界，待我完成任务返回复命时，报请敖虚神尊，让师姐同行。这不太可能吧？我只是问问而已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夜已深，明日还要远行，你也早些休息吧。 嘿，你知道天地游吗？天地游？看你这副孤陋寡闻的样子，我给你稍微介绍一下吧。天地游是六界中非常流行的卡牌对战游戏，不单单是人族，即便神魔，闲暇之余也非常热衷于此道呢。来来来，我们对战一局，我来教你怎么打。
天师门有今日之气象，全仰仗神尊和神子佑护。神子，可准备妥当？我，月姐姐来了吗？月姑娘在明术门，仙盟大会后我就差人请她前来。但现在，神子务必以大事为重。哦，可是往日结阵，从来也不需要我来施法呀。我第一次做，也不知会不会做好。此次非比寻常，一定需要神子亲自来才行。神子无需担忧，定能成功。师兄，各门派使者已依约前来。天师门遭妖魔袭击，承蒙诸位仙盟同道赶来，贫道再次谢过。孟章掌门，来袭者是何来历？伤亡情况如何？袭击本派的是天魔众，经此一役，必派神元塔被毁，弟子伤亡亦是不少。天魔众，此称像是魔族？不是像，正是魔族。天魔为魔族八部众之一，正对人界虎视眈眈。孟章掌门，天魔所图为何？真人稍安，贫道传盟主令，邀众同道前来，正是为了昭示天下。接下来，众位同道所见所闻，是天师门严守七年之机密，事关凶兽，事关天魔，事关人界。请神子。神子施展神力，贫道方才所说绝非虚言。天魔众先驱使凶兽袭击平西村，又袭击天师门，妄图声东击西，劫持神子。幸得神尊遣神将下界相助，才未让天魔得逞，并除去了西渠。竟能除掉西渠？这位修武神将在何处？孟章掌门可否引荐？上神不喜外人打扰，现在清静处休息。神魔之井的裂缝不是已经被蜀山山体封堵，天魔怎还能进入人间？天魔驱使凶兽作恶，莫不是想让人界生灵涂炭，再图侵略？对付凶兽尚且力不从心，我等又该如何御敌？诸位同道，请听我言。当年蜀山派确实封印了神魔之井，但如今天魔现身人间，也非虚言。天师门保护神子多年，为的就是查明凶兽之乱的背后主使。眼下既已知道罪魁祸首是天魔，
还望众同道协助，同铲凶兽，共除天魔。本门派一定鼎力相助。除魔未到，本门也在所不辞。余霞真人是有什么在意的吗？我只是想知道如何协助天师们。与之前无甚区别，各门派固守结界，若发现凶兽踪迹，请即刻告知天师们。穆晴，来。啊，师父，你确定？嗯，去吧。好啊，谢谢师父，那我去了。我会给师父写信的。师父，各大修仙门派若要巩固结界，少不得全派出动，还要耗费不少灵力宝物，可那神子仅仅一抬手，阵法就结阵完毕，甚至连破损的高塔也完好如初。他确实身怀神力，可天师们对其来历却语言不详。会先下派吧。是，师父。这样的消息吧，去吧。救救我！有人在呼救。谢谢道长。您客气了，这里应是在结界内，怎么会有妖怪？道长有所不知，前段时间结界不知怎的突然坏掉了，天师门的道长将结界修好了，但没想到有小妖怪借此闯了进来，要不是有道长您，我也凶多吉少吧。好了，现在去村子里打探消息吧。之前除去凶兽的大侠去哪里了吗？我听说过那个大侠能打凶兽呢，比天师门道长厉害多了。那您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哦，好，那谢谢您了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您知道有位除去凶兽的大侠吗？啊，什么凶兽？就是前几天闯入结界的凶兽。什么？我昨天刚搬来的。啊，这不行，我得马上搬到仙侠派那边去。啊？小黄也想修。没见过，
你不是？不是的。哦，前段日子好多天师门道长问我，我还以为你也是。那您知道除去凶兽的大侠在哪儿吗？又找人呢，报官呢，问我干什么？哦，好，打扰了。村民们似乎不太了解这些事情，还是去民宿。晴妹，月姐姐，好久不见了，快进来。巧玲还是这么精神啊？在神界平时都吃些什么呀？饮清泉，食清气。哎呀，那多乏味呀！这是晚辈给您带来的竹叶清茶。哎，太客气了。哦，这是我明术门新进弟子修武。新弟子，修大哥，幸会。晴妹，今天怎么过来了？师父来参加仙盟大会，带我同师姐一起来。他知道我们好久没见了，特准我可以来明术门住几日。师姐，我们何时出发？晴妹，你难得来我家，可惜我等下要去北方。北方？去北方做什么呀？机缘巧合，得知长白山上有一处裂风谷，那里似乎有一仙兽。裂风谷？正是。你知道那个地方？月姐姐，那里冰雪天险，环境严峻，如果遇到暴风雪很容易迷失方向的。那里的环境我熟悉，不如我和你们同去，也好助你一臂之力。白姑娘，寻仙灵兽非同儿戏，或许有危险呢。月掌门安心，我自小修习仙侠术法，一定可以帮上月姐姐的。哦，差点忘了，师父说来找月姐姐时可以顺便打探些消息。想打探什么？听说前几日这附近有位神将出现，除去了凶兽呢。天师门的掌门说那神将就在附近清修。啊，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位神将啊？晴妹，哦，我师弟修吾就是那名神将。啊，蜀山是修仙大唐，曾有数名弟子得道飞升了。